家好，欢迎你们再次收看我们逆转心生命的节目。我是 Christina， 心系心的创办人。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到非常具分量的嘉宾主持，和我们一起分享不同的议题。今天我们很开心又可以邀请到 Wallace 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 Wallace 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副教授，也是一位住宅社工。Wallace 你好。 Christina 你好，大家好，多谢你再次来。每一集呢你都知道我们会有一个 case 啦，今集我们又看一下我们的朋友 Angelina 有什么困扰，好吗？好啊。 Hello Yana。 Christina， 我有个朋友大家都挺熟的，知道他生活都不是挺如意，我很多时候都会鼓励他开解他，因为我觉得他都挺相信我，同埋同我讲咗好多佢嘅嘢，但系突然间喺上星期，我知道佢自杀咗啊，好难过，我都好后悔，点解我冇好咁令佢生存，我咩都帮唔到佢，我心口唔舒服啊。系啊，即系其实我哋失去亲人啊、朋友，预知到嘅一啲死亡，例如可能病痛之后去离开，其实我哋都非常难过。对于即系自杀离开嘅人咧，其实我哋嗰个心情亦更加痛，好唔同。其实佢哋同一般嘅离世嘅case 咧，佢哋嗰个精神健康同埋个情绪会系点样嘅 ？Wallace 系啊，如果我估我哋嘅认识嘅朋友或者亲人咧，系因为自杀而过身嘅时候咧，我谂我哋会更加比一般嘅丧亲者咧经历一啲特别大的一啲嘅情緒，尤其是咧，可能我哋會經歷多啲係一種內疚嘅感覺啦。因為我哋可能好多時候都會覺得自己好似唔夠關心佢啊，唔夠關心我哋自己嘅朋友或者親人，以致佢哋咧會自殺過身啊咁樣樣。咁我估嗰種內疚感會好重啊。同一時間咧，其實依種嘅感受或者經歷咧，都唔容易講俾人聽。可能要話俾人聽我哋嘅朋友或者家人係自殺過身咧，有時候都係有一種喺社會上面唔係幾咁被接受嘅一種嘅情況。我哋好怕將呢件事話俾人聽，但係久而久之咧，我哋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呢啲嘅感受或者情緒咧，就更加難去同其他人分享啦。經歷咗咁重大嘅失去，其實屋企人或者朋友點樣去面對翻自己同埋呢個失去咧？係嘅，我估係一個幾唔容易面對的一個過程啊。我想首先我哋要容許自己有一段時間真係會有傷心難過啦，甚至乎可能我哋都會有一啲內疚嘅感覺。我估我哋都可以好真實咁樣去面對一下自己呢啲嘅情緒。但係同一時間，我諗我哋都要留心嘅就係問下自己，其實我哋呢啲嘅內疚會唔會有時候係過咗龍咧？有時候我諗我哋都要去認識就係一個人嘅過身背後可能真係有好多原因，好複雜，我哋唔能夠一一好容易去明白或者了解。其實有時候唔係我哋自己一個人嘅力量就能夠去甚至乎去改變一個人某啲嘅決定，甚至乎阻撓一個死亡嘅發生嚇。即係調翻轉咧，我諗我哋更加可以去諗下嘅就係喺個過程當中，可能其實我哋一路有 support 緊呢個朋友喎，我哋其實一路都有關心緊呢個朋友喎，咁以致我哋能夠好啲咁樣去面對自己呢一種失去嘅一種嘅情緒嚇。我想同一時間都嘗試去明白，可能即係的而且確喺人生當中有一啲嘅事情咧，我哋唔願意去見到，但係冇辦法，真係發生咗，咁我哋唯有即係讓自己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面對。係啊，我自己都係近一段時間，其實都有一個朋友係即係因為自殺而離開啦。我都其實都見咗好多即係死亡嘅情況啦，自己都經歷過啦，但係再次去面對。突然間又不知道原因，其實那個無助、那個難過和那個痛呢，即現在再講起其實都是好不知道用什麼形容詞去可以形容得到。
同意啊，我哋未必有一個好好嘅方法，一時間完全就抹去依啲咁樣嘅情緒。但係我相信就係即係多啲去諗翻，即係我哋其實唔係淨係依一刻我哋即係同嗰個人，即係可能喺佢臨死前嘅嗰一刻做嘅嘢，而係多啲去諗翻，即係以往我哋同依個人一齊一啲嘅相處啊，一啲嘅關係啊，我諗依啲都會幫助到我哋咧，多啲可以好啲咁樣去面對而家自己嘅情況。嗯，係。咁即係我哋面對朋友或者係屋企人啦，其實遇到依個傷感，其實都好難受。其實我哋如果係朋友或者都唔係話一啲專業嘅人士啦，我哋點樣去安慰佢哋會係比較適合的？其中一樣嘢就真係俾多啲接納佢哋啦，容許佢可能即係有一啲時間會係難受嘅，甚至乎可能情緒都會有波動嘅。咁但係我哋多啲去接納佢，唔需要逼佢好快就冇事，好快就即係完全冇曬依啲嘅感受。調翻轉，可能我哋唔需要俾太多意見，可能喺身邊即係如果佢願意嘅話，我哋就陪下佢哋，多啲去聽佢哋去分享。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即係咧喺佢身邊聽佢哋去講啊，可能已經係一種好大嘅支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亦都需要留心嘅，就係我哋都要去稍稍咧去了解一下，到底我哋個朋友會唔會因為情緒過於激動啊，甚至乎咧佢可能會有一啲危險啊，可能係傷害自己啊，或者係甚至乎可能係自殺嘅風險啊等等嘅嘢。即係如果我哋咧即係發現有一啲咁嘅情況嘅時候，我哋自己未必係一個人可以即係處理到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就需要尋求一啲專業嘅幫助啦。嗯，係啊。咁但係如果係我哋識嘅人咧，係有想自殺嘅念頭，其實我哋又應該要點樣去同佢哋去即係去幫手啊？當佢好難受嘅時候咧，或者好傷心啊，好唔開心嘅時候咧，佢淨係諗到啲好負面嘅嘢嘅。咁我作為我哋作為朋友身邊嘅人咧，其實可以幫助佢唔好淨係睇到而家生命當中嘅其中一點。我哋淨係睇到而家生命一點咧，我哋一定係最差、最差、最傷心難過。但係可能幫助佢諗多啲，其實喺一點以外，會唔會其實喺佢嘅生活當中？生命當中都有其他一啲嘅嘢，其實都唔係咁差嘅喎，可能咧都可以令到佢咧將一啲嘅焦點咧稍稍可以放喺其他一啲事情上面，以至咧唔好淨係咧跌咗落去一個好負面嘅情緒當中。咁我講作為我哋身邊嘅朋友咧，我哋就可以幫助佢做到依一點，提醒下佢啊，或者同佢一齊去做下其他嘢啊，以至咧佢唔係淨係咧喺一個咁差嘅情緒裡面。嚟到每一集的尾聲，我哋都會有一個互動的環節。今集 Wallace， 我哋有啲乜嘢去傾啊？頭先我哋提到啦，當我哋面對喪親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有時候真係太過傷心啦，淨係會睇到咧唔開心嘅嗰一點，但我哋忘記咗人生可能仲有其他一啲咧好值得我哋去珍惜嘅嘢。咁我估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同親人之間嘅回憶啦。即係如果係咁嘅話，不如我哋今集就講下關於回憶嘅嘢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其實都是很喜歡回憶的人，尤其是一些即是開心或者是美麗的一些片段。我自己就很喜歡將一些回憶寫下的，可能隨著年月呢，之前可能會寫一些很長篇 的文章，但是慢慢地我又可能覺得日常生活的東西都會有時 trigger 了一些回憶的。我就有一個習慣嘅，其實都是十年的習慣，就是我男朋友就離世十年啦，已經。咁其實我每一個月咧，喺佢走嗰日係20號啦，我都會習慣地由開始嘅時候第一個月咧就寫一張心意俾佢啦。咁我會將當時自己諗到嘅嘢啦，可能係一啲回憶，或者當下我自己遇到嘅一啲嘅困難問題，我就會寫低，然後就擺喺呢個樽度嘅。咁作為我繼續可以同佢溝通，雖然依刻中佢未必係有一啲咩回覆俾我，但係喺我自己
個感情上邊係覺得仍然都係同佢有一個聯繫啦。咁所以呢個樽樽裏邊裝咗應該有120粒呢啲彩色嘅星星。嗯，係啊 ，Christina， 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好值得珍惜嘅一啲嘅回憶。呢份同親人之間嘅聯繫咧，係俾到好多喪親嘅人咧一種動力，繼續去行落去，繼續生活落去。因為可能就係呢啲嘅回憶咧，提醒咗我哋人生除咗傷心難過以外，其實我哋都唔好忘記原來我哋生命當中，我哋都曾經咧有一啲好值得我哋珍惜嘅回憶。我突然間咧諗翻起一個咧，我自己以往幫助佢一個喪親嘅一個嘅婆婆嚇。咁佢咧喺幾年之間，好多親人都過咗身啦。咁其中佢最傷心難過咧，就係佢嘅老公嘅過身嚇。佢成日都講咧冇啦冇啦，乜嘢都冇曬啦咁樣樣。咁但係當我一次同佢傾開偈嘅時候咧，我邀請佢咧同我分享一個咧佢同先生之間嘅一個回憶嚇。咁佢就突然間咧講起一個回憶咧，就關於佢去買餸嘅嚇。咁咧佢就話啊，佢每一日咧就都會咧準時去買餸啦。咁突然間有一日咧買完餸之後咧，出面落好大雨喎。咁佢就冇帶遮嚇。當佢好彷徨嘅時候咧，佢突然間見到喺呢個街市門口咧，佢老公咧已經揸住把遮咧喺度等緊佢。原來咧佢話咧，因為佢每一日咧都係定時定候嗰個時間咧去呢個街市嘅。咁咧佢老公咧見佢未翻屋企咧，就咧知道啊，原來一定係落大雨啦咁樣，所以咧就帶住把遮咧喺嗰個門口度等佢。佢一路講嘅時候，佢話：，不過依啲都即係好平常啫，冇乜嘢嘅咁樣樣。咁但係咧，佢一路講嘅時候咧，我一路睇住佢眯眯嘴笑，眯眯嘴笑。我好相信咧，依個都係一個佢喺生命當中好珍惜嘅回憶。佢之前一路同我提話：，我寧願咩都唔記得曬啦，係啊，即係因為依啲係諗翻起就好傷心難過。咁但係我問佢一個咁好咁美麗嘅回憶，唔通你都捨得忘記咗佢咩？佢唔出聲，跟住喺度笑嚇。我相信呢個都係喺佢生命當中一個美好嘅回憶，以至當佢諗翻起嘅時候，佢能夠再一次去感受到其實佢先生同佢之間嘅嗰份關係、嗰份愛。原來呢個回憶、呢段關係冇人可以攞得走，連死亡都唔可以。係永遠永遠。多謝曬 Wallace 兩集幫我哋分享咁寶貴嘅意見，獲益良多。多謝你 ，Christina。咁希望我哋嘅分享都可以令到更多嘅朋友咧，可以好好咁面對呢啲嘅經歷啦。嗯，好啊，多謝曬你。冇客氣。拜拜。拜拜。最近我哋重新設計同埋整理咗心係心嘅網站，希望將來更加方便大家去瀏覽同埋去揾到你哋想要嘅資訊。裏邊有心係心嘅服務嘅介紹啦，一啲活動嘅資訊同埋最新消息嘅。另外仲有一個支持心係心嘅部分，裏面會有一啲捐款嘅方法啦，同埋如果你想成為我哋義工，亦都有啲表格下載嘅。我哋喺呢個網頁裏面亦都會不時放上我哋一啲慈善義賣嘅物品。唔好等啦，快啲嚟睇下啦！如果你覺得我哋啱啱分享嘅資訊對你係有幫助嘅話，你可以like 啦，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啦，亦都同時邀請佢哋去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如果你想支持心係心咧，可以 scan 喺熒光幕嘅 QR code 啦，同埋下低一啲捐款嘅熱線。你嘅支持其實直接係幫助到我哋推廣生命教育嘅一個工作嘅。時間差唔多啦，下次見，拜拜。